不要晃，像大狗一样，对全部是墙。嚣张！没关系，花椰菜你切好了。在我节目开什么场啊？来串问一下，我方是他的天下，我还是他、啊。因为其实我们播出到一月中嘛，然后离过年呢大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，所以我相信每一次过年的时候，大家头痛就是说年菜要怎么弄。哦，对，因为每一年吃同样年菜其实蛮腻的。今天我们现场准备了很多，然后请 Fred 做创意料理。虾子就是鸿运当头，然后年糕就是年年高升，苹果就是平平安安，菜头就是好彩头吗？银杏果代表是幸福长寿，还有花椰菜啊，就是补充健康啊。然后这个就是各种姐夫啊，这四个应该都算姐夫吧？不一样的，比如说像这个是各国的姐夫，那个是亚姐，啊，这是东南亚啦、啊，就是就各国不同的。哦，你都知道哪一国是大概是什么？哦，海参有分很多不同国家，哦、你在想什么？产地，嗯，产地。产地对，所以其实就准备了这一些，就让你发挥创意啦。因为传统中做一点变化，因为大家其实就是要那种聚在一起的感觉。对，所以它还是有一个大菜单，我可能还是会用比较传统的方式，但排盘上面做的不一样。哎，讲到排盘，有一个都市留言呢，说你光排盘就要两个小时。这是我跟我老婆的。这怎样？那最好是需要两个小时在那边，黄标。找个地方放啊。对啦，对，放这個，放这個关。是啦，是啊。好啦，那你姜要放哪里？姜尽量不要。姜尽量。今天你第一道菜要做的是什么嘞？你要做哪一个食材啦？我做海参嘛。所以海鲜回来要泡水发过是不是？海参它需要，因为它是干货，它至少要连2到3天的48小时。久，其实市面上都买不到发好的、啊、那不会比较不新鲜吗？其实还好，因为它有些是发完之后它用真空包装蒸开，哦 OK， 那你回家找客人，你要把它里面的内脏，那我们要先吃干净，它头尾的内脏白白的，对，那是它的腺体，对。是腺体吧？你在问我说我们的也是吗？我现在看起来像变性人，对不对？这些都要把它清掉。清掉之后呢，你要洗，洗完之后我们还要做一个去腥的动作，就是用姜跟酒先把它煮过10到15分钟。哇，那蛮难处理的呢。很难处理，煮完之后你还要让它香气产生，所以你还要用油去炒它。小姐，你个人的喜好是？你喜欢哪一种？这两个口感不一样。对，它的口感是什么意思？我就知道了，其实他们不要我来，哎、我来，你摸啦，我来，我摸比较合理。那你稍微手也要抬高一点，不要一直往下放。这口感，不要上下，不要上下。口感有什么不一样？你的黄衣咋了？这话在。一个比较吃起来比较年轻，一个吃起来比较。不要了，这个不要晃。不是，我这样拿也不对，这样拿也不对。你敢啃出来啦？它这个会真的比较 Q 软、啊、哦，感觉比较脆啦，真的。因为整集被黄标。这个就真的比较硬。哎、欸，真的也，真的真的。但这个是比较 Q 的。不要再这样弄它。这有处理过海参。没有，因为海参真的很难入味，真的耶，它比较 Q 耶、哦、我觉得小孩在做选择，两种都想吃，一半一半。好，一半一半一半。对啊。好，像大狗一样，对，全部是菜。你在家你会这样做菜给老婆吃吗？不会啊，厨师再回到家里就不做菜了。然后也是耶，不一定对。其实这样子，因为我们工作时间其实就是吃饭时间，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其实老婆。他已经吃了别人做的海参。没有没有，我们买房子一定是一层一户，不会和隔壁小老王。那有楼上楼下啊？对啊，对不对？会了，对。再加上厨师，就算叫他简单煮，还是会很麻烦。那你跟你老婆是怎么认识的、啊？他算是我的学生，他有去我的教室上过课。哎、欸，职业道德会问人家说今天上课辛苦、嗯，然后直接跟我说，老师，我希望可以教深入一点，换个方式。下一堂就叫姐夫该再继续的吧。哦，把妹我跟你讲，大家都说什么学音乐啊、弹吉他、啊，你要配打。厨艺真，唯一能教做菜的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。
是做第一堂就做绞肉，两个手捏在一起。我跟你讲，绞肉的蛋很简单，就教他做那个番茄红酱。哦，也要挤那个番茄是不是？然后再来就番茄红酱，衣服一定会被喷到。然后嘞？换衣服。那、啊、他换衣服，你就尾随他进去吗？没有，帮他找衣服啊。哎呦，你这有没有构成职场性骚扰？人帅真好，人丑性骚扰。这个膜都要清掉的。那你自己在私厨里面最喜欢做的一道菜是什么？到底？一定要吃我的。我原来就是放在沙拉上面。没有，火候掌控很好，因为它有很重的碳香味之外，它的肉质。好了，谢谢。应该是清的很干净。哎，你当初为什么想开私厨？啊，那请朋友吃饭之后，我老婆就说，然后我就开始收钱。你也太乖了吧！所以私厨是在你家哦。我的一个工作。你这私厨听说要排六年后，嚣张哎！你是说这五年后才开张吗？这是什么时候上线？一月中，那可能七年了。嚣张！你们是不是位置只有三个啊？八个吧。要在我空暇时间，我们才。所以你不是每一天都开吗？每一天都开，一个时段就直接煮了，吃完就会觉得说，真的很像在家里吃饭的那种感觉。如果你来我的私厨，我会教怎么煮，从第一道菜到最后一道菜，都会把它当做一个课程来教我。那会不会有人说，我就是巴豆腰，我不想要喝啊？这个时候我先将面放上去，然后再煮面。那几个动作前面动作很重要，大概。在煮的过程中，我们就开始准备它的配菜。哦，没关系，花椰菜你切好了。切怎样？你先学一下，你学一下。没关系，我只来吃饭的啦。这样的，这边这个都我们都要把它去掉了。嗯，好啦。不是看，没有。我有点像葱烤的，就是葱的香味。像我们切这种东西的时候啊，先不用压的，因为压的时候呢，你会让它的水分。夹出来哦，所以我们用黄的下刀片，这样对不对？嗯，或是这样都可以。好哦，他的手另外一边会不会有点痛？哦哦哦，好了好了，好。你的切法就快买三本实力，我是不是去旁边就好了？我周围没有这么近。那他什么时候要捞起来滚了之后吗？因为我要捞起来。可是海参这个样子要煮多少手？海参其实都是手，只有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它去腥了没？嗯，你加了酒吗？姜，姜嘛，觉得那个叫不讨喜味道。接下来做另外一个动作，油炒香它。所以你要整根炒吗？不切哈。你要拍多久？安呢安呢。你等一下用炸的哟。有一点类似。安呢。然后呢？好啊。为什么真的很累呢？嗯，啊，这我来啦，这动作。好，来来来。喜欢做反复性的动作。对，所以为什么做菜很需要就这样啊？因为反复性的动作，就是一些小孩爱吃的啦，比如说咖喱饭啊，它有在融化的，拿来炸什么？也太喷了吧！哦，呜呼，可以开吗？啊。好香哦！对，他把它炒香，然后这时候提醒我拿这个什么东西来，这样子就可以吃啊？还不行，因为它还没入味。它这个步骤只是要把它炒香。那你有吃过这种加苹果吗？加苹果可以啊。啊？放第二个吗？我只是随便点点，真的可以。可以，还有一个焦糖苹果。这时候我们要爆葱油了哦。做这个葱油的时候，你温度不能高，因为你要让它长时间受热，它才会变硬。如果你温度一高啊，它就会。苹果要削皮吗？好。怎样啦？有难色。不要这样，我平常吃苹果都有带皮的，好不好？哦，健康哦。
所以你是不是也是提倡那一种下任何东西的时候油温要低的时候下？要看你今天如果是用蛋白质，那你油温高的作用其实是让蛋白质退化。哦。那如果说你今天是要油温低的话，你是要让比如说鱼皮、鸡皮、鸭皮自身的油脂出来之后它会退化。哦。所以要看它的低温跟高温，其实在用不同的食材上面都有不同的效果。最后一次切到手，哇，很久了。你会有切到手的时候？因为啊。你这样。我比较少，因为。没有要求一定要快啊，所以要等六年。反弹到两年。练刀工的时候啦，有没有在同样切什么东西切超多的？有啊，马铃薯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大家入门款都是马铃薯啊？因为我们像做法师啊，我们要把马铃薯切成。这样要削多久？两年？没有，他没有在管你，他是给你一个功课，你隔一天就要交这个功课给老师，就这样。那蘑菇是要削成怎样？削花。苹果要切，那厨师最厉害的是，他听就知道你是用牙膏还是刀刀。那你耳朵关起来嘛？我会说一点点不一样，就是我会加一点点花椒在里面，它有点麻麻的味道。那花椒因为不太耐热，加一点点。你要把它拿起来，不要火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知道闻到它香气有没有？有，闻到了。这是花椒油，跟葱油。要干嘛？加入我们的高汤块。这是你自己炖的、哦？对。是两天两夜，鸡加猪骨，再加猪脚，再加青花火锅，然后一点点的花椒的青椒，加那么多？对啊，因为它需要一点时间，所以它冻高汤就要多一点，然后让它松，然后它等下会越收越稠，你等下就勾芡，因为它本身的胶质让它。如果说海参直接用那种压力锅会不会更快？因为比较快，不会入味，而且它会破坏它的口感。像是压力锅放，塞饿了饿了，这个应该吃拿来浇浇饭应该很好吃哎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先不要去加酱，酱油煮太久会反酸。那为什么炖物都不会？因为它有一些爆香米香粉啊之类的东西。这真的端上桌是大菜，但就是要，嗯。粤菜、道菜都是，就是妈妈去过食道那种。你老婆学了之后，现在是会下厨的吗？我老婆会，但我不吃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她就是强调健康，对于三餐不正常还要吃健康。哎，不是三餐不正常，是要吃健康。对啊。哎呀，我难得可以吃东西的时候，我就想要放纵的东西，我昨天自己吃了一大盒披萨，然后还有。你很夸张，我昨天也吃了三块那甜披萨，超好吃。就一直坐在甜披萨。放松。不会有职业病，比如说吃地摊或者吃外面的料理的时候。因为你不要期待太高就好了。我觉得可以入口，它的东西是合理的价位，我都觉得。那你爱吃小吃类的吧？哎，装上苹果就可以小吃，很简单的。先炒焦它。啊。那火不要大，开一点。我就是看学生出来的。对啊。他在收学生，他来私厨可能要十年后了吧。所以你不会希望你自己的手艺被传承下去？对啊。所以我才会说，如果今天来我的餐厅，他就教。就大概煮20分钟，差不多。稍微微他，然后结束前我会再收一下汁。让它的酱汁更浓稠。怎么收？开大火收，然后收完之后呢，我再会在上面再淋一点那个花椒油。水哦。表面可以油亮油亮的。而且我小时候超喜欢吃年菜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妈煮的年菜啊，很难吃。这样妈妈会不会伤心？我讲了大概200遍，我妈应该已经没意了。所以我也没看到她要改啊，所以她就。喂，所以现在年菜该不会是你在做吧？也没有。你们还是叫叫外汇，我是让他煮好了。哦，他一年可能就煮这一次。那你觉得年菜里面最大的？佛跳墙。可是佛跳墙不是就是在瓮里面啊炖的？
哪有哎、欸？自己人写到注重佛跳墙，我问你好像也问错了。对啊，因为可是我知道佛跳墙里面的东西都要个别来处理啊。他每个都要发，然后但你是吃的是那一种清汤的，还是那种揉揉的那种板揉都不一样。哦，所以年菜里面最简单的其实就是虾，只要穿烫就好。对。对。鱼应该也还好，因为就是不是煎就是炸煮。过年有样东西我觉得超好吃的，大年糕，超好吃，甜的那个，甜的，甜的红豆口味的，超好吃。你注意看它旁边，颜色开始有开始浓，对，黄色有没有？像鼻涕一样。对，那这时候我会把它一直用锅子这样移动，就是因为你不能让它一次太高温，它就很容易焦掉。哦。再来就是因为它的蓄热能力非常的强，所以你现在如果被喷到，你整个人是痛黑的不行，这样子才会。好，哇，这样吃其实就很好吃的呢。你加一点东西，都差不多了，然后这边也差不多了。加一点老抽，加一点白胡椒，再加一点点的黑醋，淋在锅边哈，做个锅边醋。哎呀，是嘛是揪呢哈？揪哦，天气那么冷，看你外面还是揪。哦，那个香味出来了。哦。苹果好吃呢，整道菜最好吃会不会是苹果？有可能。哦，是。摆盘喽。接下来就是进入两个小时的摆盘喽。姐夫看起来油油亮亮的。因为有一种困扰，就是朋友都知道你会做菜，所以每次干嘛的时候就叫你做菜这样。是啊，但你自己也爱做吧？因为现在我做要钱。你看外面笑多大声！哎嘘！怎么样？好吃哎！今天挑战了各国的姐夫们，这个海参真的蛮难料理，海参超难的。对啊，有两种不同的摆盘，我们可以来试吃了，但是不是要切，对不对？还是姐夫直接吃？我们通常都是对。对什么？你给我咬下唇。嗯，啊，味道很综合哎。有没有用啊？讲心虚哈，它配苹果有让它的味道更平衡。因为甜啊，甘味就是要有一点咸跟一点甜。嗯，你吃起来它会很甘甜，吃起来很耐吃啊，就不会说好像扒个两口就觉得有点腻。那我们今天帮这道菜取个名字吧，环游世界的姐夫。哎呦，喜气的名字。年菜嘛，然后都长辈，然后就是哎，环游世界的姐夫，然后长辈看傻眼。送你出国，你再给我玩这个，好好读书，不好好读书，再跟我分析姐夫。好了，喜气一点，喜气一点，平安幸福的姐夫，对，平安幸福，然后出门不会被断掉脚筋。谁过年住这个啊？被催债了。就平安幸福长久啦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我们也希望姐夫长久。平安幸福长长久久。那不久。姐夫长久，几个红包就会爆多，长长久久又耐久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又要带礼金。OK 的啊，好，今天这道菜20个字。对，这个记得起来的话，八年后第一组就是你了，好不好？今天谢谢你哦，对，谢谢，希望真的有空可以去你私厨吃一下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好吧？那谢谢你的高汤喽，我也带回去煮火锅哦。拜拜。